小男孩就是好一点。嗯。我说什么了？不就说你今天就睡了吗？你要近视？我没说别的呀。你说你减肥去。咱俩减肥吧。我肥呀。算了。妈呀，这扎的好厉害呀！这就指头疼吗？不疼，目前不疼。健康的。你上礼拜跑操了吗？没有。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。是别人跑了，你没跑，你都没跑。都没跑，一个礼拜都没跑。哦。那不七天吗？不知道啥原因。体育老师又病了。这个体育老师吗？嗯。你看怎么样，指甲呢？嗯。再喝不上他家去了，太苦了。叔叔都给你扣一遍好不好？这些钱儿都往里涨呀。我什么时候包的？扎的这指头啊，痛啊痛的。哎，你这么小，我等你小，小出来就不疼了。哎呦我妈，怎么？叔叔给你修这个都看不见血儿。嗯，他那血是怎么了？哪儿？爆皮了吗？粽子？没事，他就是发炎发在这儿，之前都发过炎呢。哦。之前这儿是不是都化过脓？对。之前。嗯。化脓之后，然后伤口长好了之后，哦，他这个皮就会脱皮，没事。哦，他只要脚不痒就不要紧，小问题，他这个都是。二合一。